我叫李元义，白族，我今年76岁，我是白族民族彩画国家级创始人。我的家乡在大理市长城白族民族彩绘50多年了。我们李家的家训就是青年遗风，青年代表诗人李白，希望后人像李白一样饱读诗书。我期望白族民族彩绘更上一层楼。我叫李叶峰，白族，我也是白族民族彩绘代表系传承人。我的彩绘是跟我老父亲李元义学的。我跟他画画的时候，他要求我在绘画的时候，就是特别是晚上休息的时候，就叫我去临摹啊，练练字啊，这些挺要求的严格。山水啊，这些大帽啊，还有花鸟啊，当然也画一些人物。白族民族建筑最大一个特点就是造壁啊、大门这些方面。我们民族彩绘造壁上、大门上，它有些是题字嘛，实际上这几个字都是代表他们姓氏。张系白人加分，李系就是太白一分等等，还有是杨系清白传家，做的就是清白这个意思。我做这个白族民族彩绘这方面已经做了将近30年，我传承就是一个在工作上一边做一边传承，带徒弟进行实践去画摸索，感觉他们的生活问题。我父亲教育我们的时候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做人问题啊，做人的品质问题，然后才做事。他经常跟我们说对人要诚恳，也就是有些还要就是良心好，自己吃亏不要紧，还是把事情做好。